反正就是是一张超级偏僻的，我绕进去会绕到小巷子里面，里面很多树，就很像一个绿色隧道一样。然后等一下被蛇没有了。从我爸公司窗户可以看到。而且就多关注新美田区的 FB 就好。有吗？他是宝。太多次了。两个都太多了。没关系，应该都会出来吧。差不多。对。对啊，都出来了。还不错。你会喜欢吗？你想？超一级。刚才就是很高速的地方，然后就。拍了一张，然后就开那个广场布口，是这样子，然后放在场布口里面，看效果超好，然后就把它收回来。以后买一台相机可以去拍。笑了笑了，想傻眼啊！这样很糟，我买不起找很糟心的店。然后我要过去的时候，因为我手机停了，然后就打桥河站。然后就会出现 Bridging Station， 因为有东西也是很扯啊。Google Map 啊， Google Map 有两个东西。没有，有一次我妈查新竹的英文，然后变成北部 New 北部。哎呀，这多久以前东西还可以乱编成这个样子？这边原本有一个井。所以还
发现它其他地方有螺丝用。然后，你还记得寒假不是有加长？寒假什么？不是有加长？哦，对啊。然后我们学校有开一个公投，线上公投，麻烦每个人都去那边东西。真的、哦？然后要分享原路的景点、美食。这样是很好写。然后没想到我跟班导说：“啊，班导就要做吗？九年级不愿填这种互惠的就好。”那有什么重点想说？1.6。13页区去看那个车号表，跟坐轨，跟坐到大屏。